就是 Quick 的1304浅色灰象。那床头柜这边是用透明水力控手边。那在这个墙壁的部分是用浅色灰象同色的这个踢脚板做收边动作。那柜子的部分是用苏力康手边。那厕所瓷砖前面这边也是用苏力控手边。那是这是整体的完工后的时机。